手也拍上，让他看你手的操作方法。现在是刚开机，看一下界面是这样子的。之后按一下下边的键子，之后出现这个界面，之后长按上面的键子，对，就出现这个界面。现在就出现这个界面，这时候就可以调电压了啊。调到十三伏。那是上键调，往下调呢？这就是往下调的键子啊，下边是往上调的键子。对，这是往上调的。OK， 调节好以后要按哪个键子保存？长按它。啊，长按上面的键子保存。OK， 啊，保存以后就是这个界面，现在就是可以了，是吧？对。嗯。